shoe box. Therefore, let's say 晚上好。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T恤的包装T恤的，然后准备的布呢就是8寸宽13寸长，然后要准备一条拉链，我们就把它有真车到车上去了，比较容易了，有真车的车上去。 然后接下来，把两边的拉链扯好了以后。 变成这样，然后再接两边车上去，车好了以后，这个四个角再车个三角形，就完成了。然后这样容易啊？不可以，很容易的，不会做就觉得很难。其实你做好了，你看哦，很容易的，它就是这么样而已。 然后车好了以后是这个形状，那我们返回来就是一个 tissue box 了，就是一个布袋。tissue box。OK。tissue box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tissue 装进去，装 tissue 在里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你们要做成那个包包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做成一个皮包。这边两边车，拉链在前面，就是一个包包。完成啦！谢谢大家。Thank you, Mei Liu.